我们小队真是好不容易有一个这么清闲的假期，真的是太难得了。哎呀，兔兔兔啊，在这里玩秋千，玩得好开心啊。嗯，可不是嘛，我们平时都那么忙，今天大家终于可以坐下来静静心，玩一玩秋千啊，来喝喝茶，哈哈，大家呀，好好好好的享受我们的这个假期啊。是呢，所以我决定这个下午我就要好好的来荡我的秋千，哈哈，这可是我最喜欢的运动啦。哎，小萝卜，你们两个到底在玩什么呀？你们两个怎么半天都不动？嗯，是的呢，因为雪灵童太沉了啊，你看我都压不下来。才不是呢，啊，我们现在在玩跷跷板。这么长的假期，我来给你们算一算，我们还有多长时间可以在这里休闲娱乐？不错，我们还有14小时53分钟，大家开心的玩哈。啊，别医生我呀，在这个绿色的草地上，哎，我要躺下来，哎，哦，前方有大的海浪，有一艘大船，海蓝色、天蓝色的大船，哦，好像被海浪打翻了。巴克队长，我们要去救援吗？前方海岸有情况，你等我上去看一下。对，就在我们的西北方向。哇，远方果然是好大的风浪。海底小纵队全体注意，准备到下面集合。平医生到，现在你和小萝卜开着蜻蜓直升机到海上进行救援。好，收到。现在你们的最佳救援时间只有3分钟，一定要在3分钟之内把他们救出来。好的，收到。现在呱唧进行海上的巡航，继续进行监测观察，要随时保持联系。好，收到。其余的人原地待命，走，行动。那我们两个就先走了。现在我要开着我的鲨鱼艇去援助他们了，你们原地随时待命。呱唧，你要保持联系。好，收到。谁来救救我？飞机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您稍等，我们马上就来救您。我们现在掉下来一根绳子和一个篮子，您要待会儿到这个篮子里面来。好。非常非常感谢你们。我现在已经很安全了，可以返航了。好，收到。那我们现在就要走啦。非常感谢海底小纵队救了我。没关系的，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哎，您是为什么会在海上发生事故呢？哎，我今天出门的时候看到有大的风浪，但我以为会没事的，但结果还是在海上，哎，出了事故。以后出海呢一定要格外的注意。我想一想，幸好你们及时出现救了我，否则以后我就见不到乔治佩奇他们了。那不如您就跟我们一起在这儿喝喝下午茶，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，愉快的下午好吗？啊，这可以吗？嗯，我们大家都很欢迎您的。对，我们很欢迎您的，一起来吧。嗯，好吧，非常感谢。嗯，好。